好了，正月过完了，哎，开始锻炼了，把牛牛送到学校。送到学校去以后，我打算去健身房里锻炼一下了。开始啊，正好带你们也参观一下清迈的健身房。好，我们现在出发了。好，把儿子送去上学了。啊，我终于要开始活动了啊！真的是心里还是有点忐忑，对吧？不知道练完会怎么样，肯定是浑身酸痛。嗯，好了好了，出发去锻炼去。到健身房了 ，speed。啊，久违了，健身房是吧？这个就是清迈的健身房。其实清迈有很多很多很多的健身房。这一家它的器械算是比较完善的。Hello。前台可以办个票。哎，我要去。啊，没关系，可以用 scan 应该。scan 得吗？OK。他来个？能来吧 ？OK。100泰铢，然后这里要登记一下啊。付了钱以后，这里就打开了，像地铁一样，是吧？没付钱那边不开。进来了，你们早就到了。啊，这个就我们的阿力啊，这个是我们的健美王子，是吧？老婆回家了是吧？老婆回家了呀，对呀，没事儿没事干了呀。那我该怎么着？先活动啊，我要先活动一下是吧？身体热热。啊，先热个身。椭圆机啊？为什么要椭圆机啊？我跑步机不行吗？膝盖跑步机的话，对膝盖有那个。啊，我太胖了是吧？对，先那我就先这个这台。的确的，这个很好。啊，这个牌子是吧？啊，你那个脚先顶到前面。啊，要顶到顶。啊，因为顶到后面的话，容易打到后面后跟。哦，我就这么上去啊？对对对。好。站稳。好。好。这样就可以了。啊，10分钟。好，10分钟。先抬起来。行。啊，先抬起来 ，OK。下来了，下来以后腿是飘的，感觉踩在云上一样，真的难怪你要我慢慢下来，慢慢下来。哇，刚才我在那里，哦，这就他，我刚才看到一个老头，瘸了腿还在锻炼，对，就是他，我在那儿踩的时候我就看到他了，这腿都断了，还在那里咣吱咣吱咣吱，还在那里走呢，是吧？牛逼吧？哦，好了，那我今天。2年没练了，我现在应该弄什么呀？是有2年了吧？主要看你的需求。我就想体力好一点。想体力好一点。然后我们想什么血脂啊什么的能够低一点。血脂低一点，体力好一点。对啊。没问题，安排。哎呀，哎呦，这哥们儿比我还黑。这哥们儿，哦，他也跟我一样胖，没得好。好，我们接下来呢？接下来我们先练一个徒手深蹲。啊，徒手深蹲是吧？对对。好。哪里？这里开始啊？就这里开始。好。来，等。啊，这个是我们的演示员是吧？给我们演示一下。对对。24号科比。徒手深蹲，演示一下。徒手深蹲怎么弄啊？徒手深蹲，你就是两只手可以这样。啊。平，然后尽量往后坐嘛。啊。就这样蹲着不动啊？不是，腿发力嘛，再起来。哦。尽量往重心靠后一点。嗯。尽量重心靠后，靠后后脚跟一点。哦。你徒手让你热身一下。啊，这个就叫深蹲，就蹲马步。哎，可以。蹲几下？先来个200个。啊？那不可能，那做不到。啊、你能做多少个？手的还好，你先热身嘛，做个30个左右吧。做20-30个徒手。做20-30个是吧？好好好好好。好。就是要点就是，所有的力放在脚后跟，用浑身发力，脚跟发力起来，然后就这样。然后呢，这个手漂亮点啊。啊。这样可能像僵尸一样，不漂亮吗？
这样啊，这样好看一点，显得专业一点啊，显得专业一点，像打太极拳一样啊，就这样蹲下去是吧？正直一点，正直一点，对，正直一点，往下蹲，蹲啊，人尽量往后，握重心，掌握平衡啊，哎，对，哎，对，差不多，差不多啊，腰背始终挺挺直，好，哎，对。再放下来，哎，不用，你看，你再放下来，哎，放下来就行了，上去，哎，对，伸直，哎，对，啊，这样就很专业，是吧？对，显得很好看嘛。哎，我做了几个了？都忘了。没有，忘了。很酸啦，还有八个，3、5、16、8，哎呀，快加油，先生，9，哇，瘦了，哦，哇，瘦了，哦，这不行了，不行了，大腿，哦，啊，这个地方烫了都已经。对，很烫啊，就是骨刺啊，骨刺啊，然后啊，行，真的是要了命了。来这，没得休息的，中间不用休息的吗？咦，这个热身呢，啊，这只是开胃小菜，开胃小菜，怎么弄？来，演示员，演示一下啊，两年没不健身了，还不折腾死你？这个叫小燕飞啊，小燕飞。床上工作啊，脚伸直啊，膝盖伸直啊，啊，两腿略比肩宽啊，啊，略比肩宽，主要是练了这个地方，啊，练臀的肌肉，臀部的肌肉，对，因为你上洗澡间洗澡的时候，嗯，你照镜子你会发现，嗯，所有身上肌肉都是比较紧致的，嗯，但是这个地方，嗯，很多人会比较松，啊，比较松，松垮垮，我是全身松，哎，你看看。这个全身松了，开始，他太紧致了，他太紧致了。20个啊！啊，20个。停留1秒钟。要停留1秒钟。好。始终控制住啊！好。是肌肉。对。4。对了。5。看着好像很简单，其实真的要去做是，对吧？很简单。很简单啊，很简单，来我来弄两下看，就这样，这个动作这里抱着，对，这样，对，然后抬，不，你那个这个折坐就要放在你的卡腰上啊，好，低一点，好，这里刚好放到这，好，可以了是吧？看一下，可能还上来一点，上来一点会做的比较好，这样，好，开始，啊，脚伸直，啊，1、2、3，脚伸直，膝盖伸直啊，4、2、5，哇，2、6、2、7、2、8、2、9、2，哦，几个啊要做？对，十个，还有两个啊，加油！1、2、2、2，啊，瘦了，啊，瘦了，我背好疼。哇，背好疼，你的核心很差，核心很差，核心，你平常练的少吗？开车多，看手机多，伏案工作多，那肯定核心就不行，我有点晕了，晕了，出汗都有点晕了，徒手的不，还要加上器械吧，你们看我这个汗就那么动了几下，就这个汗，那就是要专业哦，白鹤亮翅，这个厉害，我啦，必须我们三个人啊，做徒手深蹲，我是20个，徒手深蹲，就是刚才那个，不是做过了吗？已经做过了，但是一组热身不够，要让你感觉这个，要做几组啊？3组，做3组，好，我来，加重了，好，继续啊，那我接着深蹲，接着深蹲。这个我已经掌握了一点，
二三，放高一点，这样，哎，对，四，哎，这样很漂亮。五六，哎，漂亮漂亮啊，七，很好，很漂亮，好，收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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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九，好，十，嗯，帅了帅了，收了收了，二十，好的好的好的，帅了帅了帅了，哦，腿不行了腿不行了，腿不行了，好。我不拍了，我好好练，我先练，我先练。小燕飞做了三组，深蹲做了三组，哦，我已经不行了。阿迪跟我说，他说这个只是个热身，后面还要负重，正儿八经开始。他们平常的这个运动量是现在的五倍、八倍，是不是？今天纯粹是为了照顾我，降低了，是吧？然后这个玩意儿，深蹲啊，用这个深蹲啊。三分机，三分机啊。哎呦，不行了。我要看动作，第一个蹲下去以后。啊。先把你的血气降下来。嗯。脚。啊，注意脚的站位啊。啊，脚放在这个位置。后跟在这个整个坐的。好，这个槽里。对。两个脚，嗯，啊，不要超过这个，啊，不个板，哎，对，这很危险啊。好，我们一般放在平，啊，然后两脚呢，与肩同宽或者月比肩宽。好。膝盖和脚尖方向对齐。嗯。啊，然后蹲下去的时候，这个背要靠着这个靠板。啊。啊。腰背挺直。嗯。臀和。啊，平行发力啊，好，然后深吸一口气，憋住，让核心稳定度起来啊，这哇，这样子来一个啊，这样是一个一啊，这个很简单，刚才跟这还很简单，对，那个我们的演示员呢，演示官哦，在这儿呢，来，你再演示一下，回去，不不不，你先演示，哎呀啊，那多赖一会儿试一会儿，哦，这个太厉害了，啊，这样我们要做几个啊？三十个啊，一，我们做的很轻啊，我们今天主要是把动作练对，好啊，轻轻的做动作练对，三十个要做几组啊？就一组啊？如果你刚来的话，嗯，我们做四组。啊？不是，我刚才那个做三组我就不行了，这个活动了，降一点，三组，三组，三组也三组，啊，还讨价还价的，你看我们这个，你看他这是很好了，嗯，你看大腿跟地面平行以后，又往上啊，嗯，这个地方记住啊，腰、背都是挺啊，都要挺起来，不能弯。啊，弯的话就很容易，所有的重量放在这，很容易伤腰。这个是关键，是吧？关键。力量还是放在臀部的腿啊。这里啊。好。刚刚阿丽问我有没有吃早饭，我说没吃。他说没吃早饭的话，必须要我去吃点儿。然后这儿什么香蕉啊、士力架啊什么的都有卖的。他说一定得吃点再练，不然的话你过会儿练的眼前发黑。那我就来买个，哎，是有香蕉，我来买个香蕉吃吃。啊，锻炼之前是一定要吃香蕉的，啊，不是香蕉，一定要吃早饭的。那我就买个两个吧，十泰铢一个。可以了，把刀子给我，割下来，我一个肯定不够的，我要吃俩，这两个比较好切。好，健身房里啥都有啊，吃嘛我最拿手了。一些吧，才买。嗯，好，再来刷个卡 ，OK 了，换卡，直接开始吃香蕉。这早上是吧？连吃带喝，练没练多久，吃了一堆。香蕉吃完了，哎呦，这儿还练拳呢。
这老板肚子也有点大的。好了好了，磨了会养功了，去练一下，练一下。记住，哎，首先这下面啊，首先把气息调一下，因为你现在低远头啊，这儿挺直，下面适应一下啊，这样，不要往出，就这样吧，先蹲一下，蹲一下，感觉一下。你先试一个起来，等一下，然后脚后跟要往上一点，往上一点，好，再往上练，再往上练，啊，两脚已经平摊，啊，好，脚尖和膝盖这样子。看这只笨熊做深蹲，好，然后呢刚热身完他已经头昏眼花了，俩眼冒金星了，起来说，哎呀我靠这么重啊，哎，你落下的时候不要用杠铃片互相有声音，你要控制它，控制它，对，控制它，自己查十二个啊，很好啊，稳住啊，五，你的背要挺直啊，背有点不直，对，六，往上看，腰背挺直，七，腰背挺直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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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不行的不行 ，OK， 八个，跟上了，脑袋一伸出来跟上了断头台一样。跟断头台一样，那个背啊弯的，又怂了。谢谢，你可以的，你可以的，这样够。不行了，不行了，要了命了！给我，他妈太二了，这已经攒成了。哦，太累了。我们又换新的了，这个动作又很简单，每一个动作都跟我说很简单，哎。啊，脚尖勾起来，啊，臀部坐满凳面，啊好，挺胸，就把脚，啊就这样抬，屈身，啊，好，啊下，不到底啊，不要放，然后再上，好，保持两秒，慢慢的放，然后再上，这很简单吧？好，可以，很简单的。很可以，很简单。好，我来。你来试一下。好嘞。哎，好，勾住啊！我现在腿是软的。没事的。人家腿是软的，腿全软的。就这样，拉这个。这个还放上来。拉这个。好，拉开。小心点，哎，把它压下去，压到腿。对。好。然后，来，这个，往下扳。对，哎，你要搬到最前面，对，这样，你放松，我帮你啊，好，得放松，得放松啊，得放松，好，还可以吗？好，可以 ，OK， 就到这里 ，OK， 现在我们开始正式练了啊，啊，轻松，收腹啊，脚尖勾起来，好，来，起，几个呀？哎，我数到二你才放下去，好，来，一。二三，数到二才放下去。好，三二四二。哦，懂了。来，没事。五二六二，慢一点啊！去，七。好的，再来两个，八，二，好，最后一个，九，好，来十个快的啊，一，二，三，下去要控制住啊，不行，三，还有七个，四，五，脚尖勾起来，六，七，八，九，好的，休息，不行，摔死了！我怎么那么酸？摔死了！哎呀，要了命了，要了命！这个链子，哇，又是一个新动作，手放哪儿？手还是放这儿？对，一，二，脚尖勾起来，好，对，来，二，
三，二，对了，四，二，最后一个，二，好，二。啊，哎呀，啊，累死我了，哇、哦，又来买了瓶水，健身费才100泰铢。买香蕉、买饮料、买水，花的比健身费还贵。花在吃上面，我是真的，对吧？太费钱了。啊，接着还要再练两组。啊，时长也差不多了，拍也拍的差不多了。哎，大家如果说有在清迈的朋友啊，有兴趣的话，真的可以一起到健身房里来玩玩，是吧？阿丽真的很专业，就阿丽她其实。我是2年前就认识他了，然后就健身房里一起锻炼锻炼，那时候还练过一段时间，后来就荒废了，是吧？我把自己的这一个健身都荒废了，2年没来了。那这一次又碰到阿丽也很开心。他原来在国内的时候就开了好多的健身房，然后自己也很喜欢这一块，也已经在清迈现在定居了，经常会在健身房里有他在这里给我们做，相当于就是在做私教了。对吧，他那么专业的跟我们讲，那确实是事半功倍啊。就还是这句话，清迈如果有朋友想要一起来玩玩健身啊什么的，我们确实可以一起玩玩。这样人多一点呢，我轮到一组也慢一点，是吧？现在他们3个人啊，一会儿就轮到我，一会儿就轮到我。你说要是有个10个人，哎，一个一个轮过去，轮到我早着呢，是吧？好了，那就先锻炼了，就这样吧。跟大家也交代一声，是吧？我要恢复健身了。上次在马来西亚就跟大家一直在说吃太多了，是吧？大家也跟我指出了，哎，不能暴饮暴食，要锻炼。现在开始锻炼了啊，跟你们说一声。